我是猫，欢迎回到我的频道。OK， 这一次呢，因为 Cool Japan TV 的安排，我非常荣幸的可以请到两位大男女来我的节目啦。Joyce 就是叶草。Hello， 大家好，我是 Joyce 叶草。日本现在非常瞩目的女演员，她叫做二宫芽生。こんにちは。你的名字是？很开心可以见到你。谢谢。对，我从 Malaysia Zabo 开始就知道他，嗯，我还唱过你的歌，我知道，我有看过，真的吗？真的真的。别再说啊妞啊妞，哈塞哟，有走音吗？没有，很好 ，OK 的。ノミネートされ、はい、国際映画祭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本当おめでとう。ドイツでもなんか勉強してました。はいはい、中高はドイツで4年ぐらい合計で住んでました。Herzlich willkommen in Japan. Viel Spaß.What was that? Welcome to Japan. Have fun. I thought the earth is gonna blast. 对，因为我十七岁的时候我就出道， uh-huh. 所以那时候就开始把重心呢放在唱片、演戏的部分上面，然后大家也可以在节目上啊，跟一些电视的音乐节目上看到我。也不是说我不玩了，只是觉得想要把这个重心转移到更专业的一个角度上面。就是那个马来西亚杂货的时候，马来西亚杂货。别再说安妞安妞，这是算一个影响你蛮大的作品。对啊，房间里面电脑前到一个舞台上，甚至到青天，就是日本。还有之前去了很多个地方，也是有同样的感觉。因为小时候就是去那边旅游，没有想到有一天回来这里的时候，是因为工作、音乐跟这个梦想的东西带我回到这个地方。哇，我有点鸡皮疙瘩。黄明志老师他写给我的一首量身定做的一首歌曲，就是要帮我从家里逃脱出来，逃脱。因为我那时候父母就管很严呐，本来要去英国继续深造，因为知道有机会，就想说一定要去试一试这样。因为之前是网络上面很多东西就是很幼稚，你觉得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跟哥哥拍影片之类的，对对对对，也比较不懂得可能保护自己，有些留言还是会去介意啊，还是在意会去回复什么之类的，没有人帮我去经营这个东西。其实就是我后来为什么会转去艺人，因为我知道一个人的力量是不足够的，要变得走得更远，要变得更专业化，一定就是要一个团队。接下来你想要做的，你的梦想，或是你接下来想要完成、想要达到的事，可以跟我分享一下。短期我这还蛮想要快点，就是出我的全专辑。然后因为我很喜欢创作，然后所以很希望把更多的想法，跟一些成长旅程、一些故事呢，放到我的作品当中。因为我很多粉丝都是跟我一起成长的，对对啊，所以我很希望回馈他们，让他们更了解、更深层次面的我。谢谢。じゃあ次、メウさんに質問いきますね。はい。まず初心は沖縄ですね。はい、そうです。沖縄です。沖縄。私はですね、沖縄大好き、海大好きな人間です。おお。結構何回も行ったことあるんですか？あるあるある。案内するので。お願いします。はい。私は映画に出演させていただいていて、私が初主演をした映画があって、その映画がノミネートされて。すごいですね。千年の糸姫っていう映画です。ちょっと悲しいテーマなので、YouTube 始めたいと、そうなんですよ。聞いたんですよ、私。YouTube は、デビュー。そうなんですよ。もともと見てますか？すごいたくさん見てます。なんでYouTube を始めたいんですか？もっと身近に見れるものなので、パーソナルな感じで。今は子供たちにも人気なので、いろんなことを伝えたいなって思ってます。女優さんとして、YouTuber として、どのような夢ありますか？周りの人たちだったり、自分の国、文化について興味を持ってほしいっていうのが一番の願いです。私が出演する作品だったり YouTube の動画を見て興味のあるものを見つけてほしい、そういう女優さんになれたらいいなって思います。動画を楽しみにしていますので、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はい、頑張ります。はい、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Okay, so here comes the second part of the video. We will be talking in English so we can all talk together. Yeah.
Well, Japan TV is a big program that connects Japan and other countries in Asia. You're from Japan, you're from Malaysia, yeah? Is it your first time to Japan? No, I came here like when I was really young for like the family trip. Family trip. Tokyo, Hokkaido, Osaka. I really wanted to go to Chongsen. Okinawa. I went to Korea and also Taiwan. Oh, I came to Taiwan. Nice. Taichung. Taichung. I ate spicy food a lot. Really? Oh, yes, you like spicy food? Yes, I love it. So what is your favorite food? Favorite Taiwanese food? Nyeoreomyeon. My favorite too. As a Japanese, like what do you want to tell people who are from other places in Asia? ぜひ日本に来てほしいなと思います。Yeah, I'm here! Yeah! 来て何を体験してもらいたいとかそういうのはありますか？日本の中でもいろんな地域があって地域のものをぜひ食べてほしいなって思います。じゃあまあ沖縄出身で一番おすすめの沖縄の食べ物なんですか。沖縄に来たら絶対これ食べてくださいみたい。沖縄そば。日本の文化を知ってもらって日本人の和の心を理解してもらえたらいいなって思います。日本の服を着てみる。寿司をそうですね作っているところを見るとか。みんな日本で来てください。そして和を感じてくださいね。那因为你现在在亚洲的各个地区都非常的活跃，那对日本你想要传达给日本什么呢？当然一定要推广大家来到马来西亚，因为我本身就是 Malaysia Double 要打歌一下，所以就是希望大家呢可以更多的来认识一下马来西亚这个地方。日本人来马来西亚的时候，你最希望他们做什么或者体验什么？我当然一定会推荐他们去吃啊，吃，因为我回去的第一件事情也是去吃Asam Laksa。Very laksa. Nasi lemak, char kway tiao, and then there's jia mian. What is your favorite Japanese food? Definitely natto. You like natto? Yeah. I prepare natto because I thought you hate it, so I brought natto here. I'm the eating queen. Taiwan also have 臭豆腐. I wanted to prank you, la, but I... Oh my god, is it a present? Thank you. You're welcome. Actually, I cannot eat natto. You cannot? I cannot. Then you should eat it. Actually, we prepared this to prank you. This is so... Oh my god! Is natto 食べれます?食べれます? OK， 就是其实我原本要等四叶草，想说给他吃一下纳豆啊，很臭，我换成主持了。Can you smell it? Can you? 啊，我不是不能吃。你怎么会喜欢吃这种东西？那最后呢，我们就想要用音乐做一个结局。四叶草是特别从海外飞过来日本嘛，那我们就想说用他的歌来做一个。完美的结局，有一首很有名的歌《好想你》。错，今天不是要唱《好想你》，今天要唱《阿姨带》。One, two, three, go！ 阿姨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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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豆，美甲美甲，阿姨带，美甲美甲美甲，阿姨带，阿姨带。这一次呢，就真的非常非常荣幸，可以请到两位来到猫猫 TV 啊，都是很开心。在放烟花，花火。Don't Disney Disney。啊，你呢？哇 ！OK， 那四叶草的各种 SNS 呢，我也会把链接就是放在里面的说明文栏里面。謝謝，想要就是多关注四叶草的话呢，可以到说明文里面看哦。谢谢。没有想的话呢，他要开始新的 YouTube channel 的 YouTube 频道了吧？我也会把他的链接放到说明文下面，大家也去看一下支持一下哦。喜欢的话可以订阅，就看他之后更多的影片啦。猫猫 TV， 耶、yeah. ！Where is it here？ I think it's here。Bye， 大家来日本玩哦！拜拜。吃纳豆。你的味道还在啊？味道还在。